人间游记531bhtml 01开张译记佛说因缘初回游蔡生敬心生02再回游立愿化迷尘仿作者撰稿度众生03谈人生哲学论杂志功能仿在家居士产天地本根04论著书论功德天意妙牌与真谛谈三水谈菩提禅机巧言及实意05真道德天考人验证其品实修持善存气锐真其行加加加001人间游记第一回开张译记佛说因缘初回游蔡生敬身心济公活佛降辛酉年8月13日十日9月1981正暖天比伏诗曰普渡园林费苦心天堂地狱不辞行新书翻命速开者人间游记唱事情记佛审记了一段时间今夜圣贤堂又在奉旨著作新书时事一见大事贤徒你有何感想蔡生大命方至于途时事惶恐不知是否能将此事办好记佛贤徒你不必紧张事到自然成也蔡生前主席恩主曾经指示著作人间游记有一段缘由令人疑惑现在尚不知内情如何可否请恩师今夜开示呢记佛此事本是不公开之天机但是现在已事过境迁老衲来开方便演述吧话说今年元月元日元始天尊圣诞加成之时诸天神圣于无极宫前召开临时会议在会中讨论三才奇书天堂地狱两游记已颁布凡间唯有人间游记尚未颁行是否要在此时在选有实际到场担任著作一案时诸天神圣皆知此事重大其面面相觑难下定论几经众议遴选初决仍由圣贤堂担任因圣贤堂诸生度世宏愿最大但此书奇妙罕有非比寻常须具有大愿力之修士及道场在家以去无存经方能颁旨著作否则恐难达成使命而乱了大局事实圣贤堂官主席提议禀曰碧堂道业已见辉煌神人共建若欲再颁布人间游记于碧堂碧堂愿接受考炼以见淬炙此时今午闻颜面现慈容可嘉可嘉官而未到不畏艰难有此宏大愿力愿为苍生牺牲奉献又肯接受力磨以示精诚心至此事可行以半年时间考尔圣贤堂之道志在此期间回报特多无端魔扰特多以名乱道愚目混珠见利思迁贪财好利变成魔心等等考尔圣贤堂诸生定力观尔尔可愿意承担事实官主席毫不讳言又曰名利本是祖道之源
拜道之种场。唐真修者不少，若再加以此其间之考炼，则更是淘沙成金，炼道成真，更能分别真伪，故愿意受最严厉之道考。今午此言在后，可也。观而既有如此度世之宏愿，母心甚慰。在此半年期间，圣贤诸生若能苦心矢志不退者，同因此命，则此三才莫不天书，仍然有耳圣贤堂领旨著作。日月如梭，时间过著如东流之水，在此期间，圣贤堂每每遭受打即名人放暗箭，防不胜防，圣贤读者与圣贤诸身受非常道考。但有者却是心智不坚，道心惶惶，有者不堪一击，随名利而去，有者皆能孤辱负重，随时接受力磨，不但不见利思迁，反而信心加强，更不退出志，能以天命为己责。时至六月念四日关帝圣诞，嘉臣诸天神圣祝寿完毕之后，又召开三曹联席盛会，是时诸天神圣齐向玉皇奏曰：圣贤堂考到期间已接近尾声，神人相赞大道之志不退，请天尊鉴察。玉帝汉首开金言：幸哉善哉，不愧为南天直辖鸾堂正特敕。旨一到，命圣贤堂主席及济公活佛速速办理人间游记著作事宜，以便在八月初六日正式颁旨著作。是时官主席及老衲皆叩首谢恩，禀曰：遵旨。今金母与玉帝及诸天神圣之褒奖赐予，圣贤堂官主席蹙眉舒展，圣贤堂之道气未之大振，并以虚空接灵法加虾天比蔡身，以其游行机步入心机之境界，虽现实天比蔡身心机之境界莫真圆满，但仍然不影响人间游记著作之大命。圣贤诸生实是难得，在法航驶至大海之中，突然遭逢狂风暴雨，诸生仍然心不慌张，架起振舵，勇往园林仙乡指使，以大道为重，令诸天神圣钦佩，故三才天书仍然由圣贤堂担任著作。以上此段缘由，就是颁命人间游记著作之经由，于今发表，以其众生迷惑。蔡身真是令人可怕也。在此半年中，幸我们尚能战战兢兢担任时代使命，否则将加造罪孽于身，后果就不堪设想。在此期间更感谢诸天神圣之重爱，圣贤同修数年来扬善立德，包中讲孝，莫耕耘，牺牲奉献，始终华固有道德教化，能屹立不摇，善风不堕，总算并无白费。祭佛好吧，今夜开始云游人间，令你大开眼界吧。蔡身真是得之不易也，诸位同修以后当要更加真诚追随恩主才是，不要心智混乱，破坏大局。祭佛贤徒快上莲台吧，蔡生我已坐稳了。
即佛显图，你为何趴在莲台之上呢？蔡生，我不曾坐过莲台，恐怕莲台速度过快，不慎在空中摔下，而误了大命，故趴下紧抓莲台，比较安全。即佛哈哈，显图真是慎重，难怪，难怪。初次乘坐莲台时，你紧张，无赐你一颗定神丸，让你服下吧。蔡生果然不错，定神丸确实神妙，我心神已较为安定了。但是，于途初次乘坐莲台，还是请恩师将莲台之速度减慢，免得无心惊肉跳而失足坠落。即佛真是妙哉，你实是天真呀，人有一念之差而堕落，莫文成坐莲台会翻筋斗，所以你放心吧。蔡生，好吧，可是于途曾经坐过飞机，在飞机之上每人皆有安全带之维护，因此没有摔下之余，但此莲台却无此设备，不是危险万分吗？因此于途心里害怕呀。即佛哈哈，显图实是稚子之心，说的真是可笑，下回师徒步要乘坐莲台了，为师特别画一架飞机让你乘坐，免得你提心吊胆，你想如何？蔡生恩师，您真会开玩笑，莫曾听说有云游乘坐飞机，此事真是轰动奇闻了。即佛，可不是吗？人本是在人间游，此回已临游人间，不也是一见稀罕之事吗？蔡生，是的，以前恩师在扶鸾之时暗示要着游记，我就知晓此事重大，于途曾几次禀告，请诸天能将此大命转由他人承担，免得于途沾着纷扰，落入烦恼的樊笼之内。但圣命难违，此部天书仍然降旨在本堂，由于途承担人职，我无能无德，难担身责重任，故恐难成大事。即佛傻瓜，此人职不分别人求都求不得，你却是推辞，你不知此书一旦着成，声名大噪，你亦正可扬名于世吗？蔡生，我已将虚名财力置于脑后，不想与之攀援了。即佛果然不错，老衲稍微是你智慧心相，显图果然目光远大，心性独然，不愧受诸天重负。好吧，闲言至此，快坐好莲台，我们启程吧。蔡生，我已坐好了。即佛先闭上双眼，否则锋利难耐的。蔡生，是的。躲在恩师背后，锋利还是甚强，一阵阵嗖嗖的风声不绝于耳，有种心魂欲飘之感。即佛已到目的的，可张开双眼。蔡生疑，师怎么带我来此？难道要来欣赏湖光山色吗？前面有一位武装打扮的将军，已向此处而来，会不会是赶我们走的？即佛，你放心，他是手持将军，今日到此是要洗洗你的凡胎俗眼，使你能去浊存清，
动彻一切。蔡生不妙了，头一天就要来此喝水。季佛闲语少说，你要自己下去，还是为师推你一把呢？蔡生还是让我自己下去吧。哇，此池之水为何如此寒冷？此回下去不知何日再见恩师了。季佛闲徒，你不必着急，为师在此可万无一，若有危险之状况，我会解救的。蔡生好吧，我下去了。将军请问季佛，你待此凡人是何人？季佛此事圣贤堂镇鸾天笔奉旨著作人间游记，今日带来此时清洗一番。将军原来如此，想不到此位凡人竟然略安水性，在池中游来游去，还会潜水。季佛，吾看时间差不多了。季佛好吧，我叫他上来吧。蔡生恩师，此池之水虽然很冷，但是游了一阵子就不觉得了，现在反而精神舒畅，神水真是不凡，多谢恩师带我来此，让我有机会来此沐浴。恩师下回不妨再带余徒来此游泳吧。季佛闲徒讲得轻松，要游泳还是到凡间的游泳池去吧，这是清心池，非三界仙真不能来此沐浴的。今日你是奉旨著作人间游记，故能来此洗尘，非是带你来此游泳的，赶快谢谢此位手持将军，我俩准备回堂。蔡生原来如此，多谢将军。将军不必客气，你们辛苦了。季佛时刻不早，我俩师徒打扰，就此告别。蔡生快上莲台。蔡生无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季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家家家002人间游记第二回，再回游立愿化迷尘。仿作者撰稿度众生，济公活佛降辛酉年八月廿六日二十三日九月1981十月，一气所化性本同。